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 x 是实数了，那他问这个的最小值是多少？我们就用算底不等式来做了。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 s 平方哈，我给它多加一项，加2，然后呢再加这个 s 平方加2分之9。啊，因为我这里多加2嘛，所以要减2减回来，啊，跟这个负二合起来就减4了。啊，这一项的话哈，这一项的话我可以用算底不等式，大于等于多少呢？两倍的根号多少？这个乘以这个了，叫 s 平方哈加2。乘以呢 ，s 平方加2，二分之九，啊，这个负四呢，不要动它，我没有动它。那这个啊，这个是等于这约掉了嘛？这是等于根号九，根号九是3，这二乘3减4，六减4是2，所以它的最小值哈、哦、是等于2啊，所以它最小值是2，哦，最小值是2。所以这题答案应该要选 A。